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。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直升飞机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款直升飞机。这是一款早教直升飞机，我们来看一下尾巴，这里有三种颜色的按钮，分别是蓝色、绿色和红色。现在我们来为大家分享展示一下我们的这款直升飞机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里面坐着，这是我们的人物小猪佩奇。这是我们的小猪佩奇，里面这边机头是我们的猪爷爷和猪爸爸正在开着我们的这架飞机。这是我们的猪爸爸和猪爷爷，这是我们的飞机操作。看一下，把它关起来。现在让我们的飞机起飞喽！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的螺旋桨是可以活动的。我们按一下蓝色按钮，这边有灯光闪烁。这是我们的各种音乐。灯光，飞机，我们大头儿子也坐在我们的飞机上面。这是我们的小猪佩奇正在吃我们的棒棒糖，我们的爸爸猪和我们的猪爷爷正在开着我们的这架飞机。这是我们的这一款飞机，里面有我们的人物猪爸爸、
猪爷爷，陪我们的小猪佩奇，他们坐在飞机上面。这是我们的这一款益智玩具小飞机，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